飞火吐蕃，哎，我什么印象呢？我刚刚有议论的空间。啊娘喂，等搞冷这种物件，就够有装逼啊啦！独角星长空，这蛮足强的猎人，不过伊的伊的生命值像我足悬的。欸，我刚刚玩的那是什么造诣啊？我的宠物养造诣啊？欸，为什么这都没动？有什么态度啊？等级不足。这可以干嘛什么？嗯，继续挑战就对了。这可以干嘛？这个优秀，这个，这个。OK， 就这样。今天就跟你们讲盖的那个武器啊。